求爱淫乱荒岛，咸猪手爆粗，乜都齐。欢迎收睇《求爱大作战》，带大家食尽玩尽龙目岛。龙目岛最最最最出名嘅就系海鲜，除咗有肥美嘅海胆，仲有新鲜嘅。我的hell，边个咁样做啫？系咪谂都可以谂得定啦？哇！嗰个时间几兴噶，唉，真系同埋你硬喂鲍鱼俾我食。哇！我话说咧，佢哋前晚嗰集咧玩游戏，输咗要去荒岛度过夜噶噃。有海鲜，当然有地上鲜啦。对住身材骄人嘅 Whitney 啊 ，Cyrus 玩游戏疑似咸猪手捉及 Whitney 嘅敏感部位。人哋点睇控制唔到噶嘛？好似完成嗰件事，大家都唔觉得系有啲乜嘢咯，即系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咯。好想快啲完成佢，同埋嗰阵时，我觉得我哋系好开心赢咗。食得多熱氣嘢咧，喺度生活嘅人就真係火爆啲噶啦嚇！我好凍啊！我仲話大把冇出街喎啊！咁講咁多粗口啦，飲翻杯蜜糖降下温啦嚇！佢哋兩個就被踢爆 touch 咗，仲互相 kiss 對方，咁 sweet 啦，當然。龙目岛仲有一种濒临绝种嘅小动物，佢最出名就系咬人。有人请你食饭，你望住佢个样啊，都食得落至得噶。咁有火啦，一出街矮哥要沙冧咯，点知俾人话唔够诚恳。不过矮哥就重申吓，话系串四条仔夹计玩呢个海胆女，伤到人自尊心。哇，七国禁乱。估唔到原来好戏在后头吧。